过缝的，你看柱子怎么进去的，啊，有没有？它现在柱子很多颗，变成一颗，拔出来一颗，一转只剩一颗，一转只剩一颗。对，因为它有一个隔板，它会让里面只能允许一颗，啊，然后逆转的时候是完全多出来，来，我很好，是好，你把它转出来，对不对？啊。好，下题，你老师拿一颗珠子放到洞里面，然后逆转，它就吃进去，它逆转就吃进去。那，啊，当然，我现在设计的入弹孔在这边，从这边放。我本来的版本啊，还很多余的作为一个入弹孔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入弹孔的使用率不高，而且呢，组装又多好几个零件，所以我后来改一改这样的时候。我就把入弹孔去掉，就纯粹到旁边开了。